Hello， 大乔什么干？有段时间没玩猫了，今天我们来整一把，还是之前那个随的好嘛。不过这小子都打了传奇三了，这个端午遇到基本上都是四排鼠队，还都是那个上过皇的。对于宝哥这种基本不打猫的，突然上玩一把，真的是上强度了。不过咱也不怂好吧，直接满啊。OK， 那宝哥嗓子还是有点痛嘛，就不解说了。哎，记得这个视频先点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啊，让我们回到游戏吧。第一把打的宝哥都想给我自己一个大嘴巴子，宝哥拿手角色健康嘛，但是我一看对面阵容我就不想玩了，最后没时间了，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凯特，这么宝哥压根就没玩过啊，进去开局三排三双一奶酪放飞剑家，最后居然给放盘了，我这气死了。第二把对面又是打压队啊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只能以暴制暴了，我直接选个黑猫啊，我请神，我请一下青点剑龙帅来保佑我，好吧，真的是。Later. 这把上期真是没得输啊，拿了五个蛋糕，还打上两个解锁，就真的帅好吧。Nice， 穷追咱们直接调个隐身啊，直接调隐身。然后咱们米可感动奶酪，你凭什么？兄弟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感动啊？就凭你忽悠呗，啊，就凭你忽悠呗，你怎么敢的？我这么理解，我这么理解啊。然后绑回氪金村里面啊，直接满过去，满过去，好吧，我应该是没人拦我，应该是没人拦我的，满过去，满过去。敌方一命走一个奶酪，然后夹子我都不放了呢，夹子我都不放了，我都不放了。我都不放了，再喝盾啊！我赌他没隐身，我赌他没隐身，好吧，我赌他没隐身。先拿空投，不知道先拿空投，不着急，兴奋来一个，有点不好，有点不好，但问题不大。敌方已翻起奶酪，你干什么？一个锅盖倒下，不让他进来，不着急，我知道，我懂。一个拍砖不着急让你进去吗？我一个盘子乱丢，一个虎抓两羊。好了好了，别进来了，真可以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进来了，别进来了啊！牛仔牛逼牛逼牛逼，牛仔牛逼的牛逼的牛逼的。我靠！这一波没得黑吧，兄弟们，我不想输太多啊，我是不想输太多啊，你还来送？你还来送吗？搞什么东西？你还来送吗？啊！我看没，我看能不能火箭。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。两个秒了，就不开玩笑，两个秒，两个秒。就两个盘子给我秒了，兄弟们，就两盘子呗，就两盘子呗，就两盘子没了呗，就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真服你了啊！真服了，真服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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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救了，救了，这好了，救了，救了！你最厉害，你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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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了。敌方老鼠被救下。不打了呗？干什么？啊，真的是忍你很久了。还行吧，兄弟们啊，乱杀乱杀乱杀，应该不敢来了，应该不敢来了。我刚才说我凯特主要不是很会玩，黑猫的话宝哥还是玩的挺多的，黑猫我还是玩挺多的，凯特我真没玩过几把。他不挂机走不掉啊，他不挂机怎么出去了？出不去了是吧？也出不去了。一拿到这种会玩的这种，是吧？猫就厉害多了，是吧？就厉害多了。我靠！我这把输了，我这把输了，我直接卸载猫鼠，不开玩笑啊 ！flag 也立好吧？就宝哥这把输了，我直接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
旋风冲锋龙卷风，你牛逼！我带猫叶好吧，我带猫叶的，跟我搞这东西真没用啊，花里胡哨的，但没用好吧，带猫叶，带猫叶。黑猫很克打架队伍的呀，啊，因为它伤很高，你知道吧？你伤害高，但我脆，但是我伤害高呀，是吧？你也不好救的。买个夹子好吧，啊，咱们虽然没带细心哦，但是咱们有三亿锅盖了，就也还好，也还好。我在，保证叫到位。算，还行还行还行。拿下啊，拿下拿下啊！来不来救嘛？那磨磨蹭蹭的，真的是磨磨蹭蹭的，不要磨磨蹭蹭的。规则放弃了不打，放弃放弃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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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是吧？哎，还行吧。我都说王八鞋挺轻松的啊，难也不难，就宝哥这种随便打打的能。传奇三的啊，传奇三的啊，不是说那种钻石铂金局啊，四人组队，四人组队啊，是吧啊？王猫其实还行的，我说句实话，单排更难，轻轻松松。就这个赛季，宝哥如果有空的话，我真上王猫，好吧，不吹牛啊。OK，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啊，咱们